婚期确定了吗？我后天回美国，我一定会用尽我最大的努力来说服我爸妈。接吕布连连长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这两天我就会做出决定。你跟伊讲，那是想要婚姻顺利，就要好好对待伊身边。我们在一起努力好不好？我已经决定要去参加受训。TVBS 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《女兵日记》。